小熊熊，谢谢你陪我吃饭。来，姐姐敬你一杯，干了。大佬现在肯定愁得头发都掉光了。这么想想，还是我们小老百姓过得舒坦。来，我们先碰一下。好。其实今天找你出来，是因为我们……你看看你，你就约我出来吃个饭，一过来就跟我谈工作。行，那这样，我再敬你一个。我酒量不好，你多喝点儿。行，那我干了。是你的谁啊？孤男寡女晚上一起吃饭什么意思啊？莫名特殊时期，居然还有心思跟女人吃饭。到我那儿，虽然你也姓陆，但是这个世道呢，合久必分，何必那么看重，是不是？怎么还上手啊？陆亦瑶，不是生人勿近吗？这时候怎么变卦了？来，喝酒。是，那这样，我代表陆明再敬你。在，这位是。哦，这位是我们陆明的员工蔡思雨小姐。这位是徐总，我们在这儿是来聊投资陆明的事儿。徐总，那个第一次见面，我先敬你一杯。徐总，不好意思，刚才是我鲁莽了，我自罚一杯。那个，我们陆总监平时不太能喝酒，我还可以，我替我陆总监敬你一杯。哎，你干嘛呀？徐总，我也是陆明的员工，陆明出这么大事，我替我广大的同事敬你一杯，还希望你一定一定要帮帮我们。这没事没事，陆总监，我还可以，我还可以。我今天一定会把您陪好的。既然这样的话，服务员，再来十瓶。跑来这干嘛？捣什么乱呢你？我捣什么乱？我还不是为了你吗？我要是没看到你，你现在指不定跟那个徐总，是吧？你个渣渣不领情的，我不就是想帮你吗？我就跟他来谈。你谈，你谈，好啊，谈那你就喝，你喝。
喝呀、啊！行，我喝，我喝。看我不帮你能怎么样？喝。你不是能喝吗？那你也喝呀。好啊，我喝。来。别停啊，继续啊。不算你迟到。走啦，谢谢陆总监。昨天晚上，我们喝醉了，喝的有点多，是有点多，但是我们怎么会在酒店？这事儿你问我干嘛？
我怎么知道怎么回事？反正我喝醉了，睡着了，什么都不知道。反正我也是睡了。那谁知道你有没有梦游起来呀？陆阳，你够了啊！再这样我走了。哎。自己心里不知道，陆瑶，陆瑶，你再这么问我，我这张脸也不要了。我就告诉全世界，我们什么都做了，看我敢不敢。